大家看着超璀璨的烟火好吗？我们一起来庆祝2024年来了。而且呢，今年我们台中市政府特别精心安排了188秒的国际高空烟火秀，我们特别设计了独家的马卡龙七彩烟火，这个呢也是全台跨年烟火最丰富的缤纷色彩组合，多种的变色马卡龙色系的烟火，象征着我们台中的多彩变化、丰富的生活风格。是的，更贴心的是呢，我们台中市政府知道大家特别喜欢造型类的高空烟火，所以特别规划各种不同造型的烟火穿。搭在其中，有爱心啦，有笑脸啦，有水母啦，等等啊，大家都可以仔细的看到哦。哦，继续看一下，再次要感谢我们主办单位最优秀的台中市政府，以及我们的承办单位大大宽频群建有线电视、群元社会福利基金会、三立电视大力支持台中的跨年。没错，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单位台湾大哥大财团法人远雄文教公益基金会、台中三井 Macy Shopping Park La La Port 还有台中银行赞助播出。共同赞助播出的还有艾尔利集团 One Boy Home 熟睡夹心枕、申宝买买解锁定金车，还有云顶运动机能饮、亚伯尼新万人旅游金。也要特别感谢台中的礼邦暧昧酒店、长荣航空，感谢以上所有单位的联合赞助，共襄盛举。赞哦，赞哦！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频道来收看2024幸福龙来台中跨年夜 ，TVC 台中资讯台第20频道、三立都会台、台视高点综合台、三立国际台、MOD 三立综合台、My Video 三立新闻网、三立新闻网 YouTube、Video YouTube、三立电视 YouTube、好视903电台，全程精彩播出。现在我们就看到了。精彩的烟火正在进行，太美的烟火，相信我们台中在我们的卢秀燕市长跟市府团队还有全体市民我们的努力之下，一定会有一个更美好的城市，更棒的未来。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2024一定会更好，2024龙潭夺旗。美丽哦，就是188秒非常缤纷多彩的马卡龙烟火，还有各种不一样的图案，太棒了！看着这个烟火这么开心，真的要谢谢我们台中市长以及市府团队，还有所有的贵宾，谢谢你们了。是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卢市长，感谢台中市长啊。